来自第五维卯宿星人的概念，超越我们物理存在的见解。来自第五维卯宿星人的概念，超越我们物理存在的见解。翻译：银河飞舞。一艘来自卯宿星的飞船经常进入地球的大气层，服务于我们的星球。惊讶的是，在撤退期间拜访我们，正如它的名字不能被翻译，它帮助我们找到一个身份证明编号，这是 Magashus， 这是通灵的第二部分。第一部分叫做拯救地球濒临灭绝的物种，并且它在先前的立体式电子邮件的计划中被分享，这是 Magashus 的使命。在这次通灵中，他回答的问题是关于卯宿星和他的生活方式，带来适合我们的对照，在第三维的生命。据 Onyona 所说，他发现这里大量的关联事物，以便更加理解明白扬升。他说，这次通灵对于现今的时刻是非常适当的，将使习惯于我们头脑的读者想起真实的生命画卷以及死亡是完全不同的。Lin， 在你们的星球上的人类与我们相似。Magashus， 我们在另一个维度，因此我们没有你们的身体类型，我们没有重量，这全然不同。桑亚，你们的生命源泉是什么？Magashus， 只要在我们希望使用它之前，我们知觉学会我们课程，然后使我们转变，这是我们的选择，因为没有变老。正如你知道，我们意识到我们在某个地方，例如在这个时刻我在一艘卯宿星的星际飞船上做工作，享受它，但也学习个人课程。当我直觉时间正确，我将返回到卯宿星，并在那颗星球上我会选择我的下一个服务。你看，所有生命的意义是爱与服务，在这两者之间，这表示我会去下一个地方。你们都有类似的情况，你们在你们的路途中从开始到结束，自某种程度上你们全都知道分离正在发生，分离是光也不是光，现在你们全都有选择权。当进化的时刻充分时，你们在你们的光之荣耀之地，你们的服务已结束，当然你们将有更多的选择权，这是宇宙生命的方式，它很奇妙。死亡是一种非常长的传统。 Lin， 所以你在那里不会有肉体上的死亡，正确吗？Magashus， 我们不是物理的，你们的维度存在死亡，死亡是你们大脑内部的一种思想，来自于传统，而这传统在宇宙的第三维度存在了数十亿年，在你们的 knowingness 中是非常根深蒂固的。现在因为你们意识到你们星球上的思想启蒙，你们不需要这样做，你们可以改变你们的传统，并带来一种新思潮，一种新的方式，因此人们喜欢我。如果你可以召唤我个人，以另一种方式向你显示，你们中的一些人将理解这想法，你们的真相，而其他人会说，哦，这是废话。Phil， 那些人不在这房间。咯咯笑。Magashus， 重要的一点是你在宇宙中的位置，你依然可以享受你的生活。事实上，你生活在地球上，与其他人相比有一段更困难的时期，因为你们的意识非常非常低，你们的面纱紧紧地横在你们的眼睛前，你无法看见，你无法理解，你也无法想象我们做的。无论如何，我不能拒绝你。这很沉重，我谈到用这样的方法，你看见你的生活，但是现在有一种不同的方式，你们大家以不同的方式看见，召唤你们的光之爱人和光之工作者。你看见这光的对立面是沉重，你的振动提升和轻松，因此你们是你们自身心灵的力量，并帮助能量改变。离开沉重之后，你轻松了，我对你说话，这是一种真正的快乐。伊芙琳，在我们的圈内，我们很高兴欢迎你。Lin， 那些居住在天狼星的存有在相同的维度生活，如卯宿星。Magashus， 这些维度非常相似，以你们的方式理解，你们认为事物是分离的，例如在第三维、第四维、第五维等等，这不是真的像这样，亲爱的，这只是以你们理解的线性方式给予你们，这是相当类似的，但以不同的方式存在，它是爱。声音与色彩超越我们的物理存在。Lin， 当你在你的星际飞船上，它是喧闹的。你如何听见？Magashus， 没有喧闹，正如你知道，因为我们不是物理性的，不用耳朵听，没有物理性的第三维度的声音。Lin， 你可以收集极优美的音乐 ，Heavenly Music。Magashus， 你已经听到天体音乐 ，Music of the Spheres。实际上是在第三维，但所有音乐的构成来自更高次元，因此在这里有一种连接。但是你们对音乐理解是一件非常不同的事情，在我们的地方它是内自在的体验。你不要听一盘磁带或者听音乐唱片，它存在于内部，它们内在的音乐将赋予作曲大的灵感，它们通过直觉把它带给第三维度的个体，这是事件的构成。 Lin， 这是对天才儿童的解释吗？Magashus， 是的，而且也是同化身有关，因此这是我的答案。我们在我们的飞船上不听音乐。我谢谢你的这些问题，我享受分享。Lin， 什么颜色？你觉知内在的光而不是看见。
Magajas， 是的，你可以这么说，有一种巨大的光谱和色彩是非常非常小的部分，你在地球上可以看到，但是我们涉及整个光谱，这是一种非常广阔的区域。Lin， 人类已经发现看见飞船，各种不同的颜色环绕它们，颜色是它们能量的振动形式。Magajas， 不是真的，这在第三维度看得到。伊芙琳，当这发生时，你们要做的事情是颜色的显示，或者我们看见它们，因为地球的大气层。Magajas， 这是大气层，它与我们正在做的有所关联，在宇宙中没有限制。Lin， 你有时间与你的家人在一起吗？你心灵传动看他们，你花数天时间与你的爱人在一起。哦，我猜你们没有天数。Magajas， 你领会 ，getting the idea。是的，在美好维度没有天数。哥哥笑，再次在这里认为星际旅行这种方式看起来好像不可能。在飞船上的人们在身体中，它不像这样。我有多部分，我有一部分永远在卯宿星上，我有一部分永远在飞船上。我有一部分在这里和我的一部分在那里，做这或者做那，我们称这些为投射。现在我有一些计划同阿斯塔的比较起来，例如这一次复制自身成千上万次，以你们的方式依然认为我的方法存在局限性。伊芙琳，这是因为你有几项选择。 Magajas， 以我的方式通过学习进化。伊芙琳，谢谢，在某种程度上做相同的事情，但是我们没意识到。Magajas， 是的，如实在上，如实在下。我知道你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意识到，我们可以复制我们自己，但是你始终潜意识的做笑。伊芙琳，一些人称它为平行生命。Magajas， 我的灵魂本质，在我个人成长的特定阶段，是在卯宿星。伊芙琳，因此之后你推动每个人的成长，或许在一颗不同的星球上。Magajas， 是的，这是因为许多人扬升，我有这能力。你看，每一次扬升，你可以复制更多能力。之后你在地球上扬升，你至少有七次可以复制能力。你现在甚至这是无限制的，在宇宙中没有任何限制。Lin， 一些经由死亡过程离开地球的人有一次选择权，去往卯宿星或其他一些星球。Magajas， 是的，他们有选择权，但这权都是在适当的时候。In due course， 你看，更多人的人经历转变，并依然在地球系统进入死亡。他们因为业力束缚于这系统，他们想要在另一世回返并解决这一切，因此他们没有任何去往另一个新系统的想法。这将会改变，并自正在发生。即使来世它已发生，但是只有极少数 small minority 会这样做。星球的进化 ，Lin， 像我们一样的人类通过业力去往其他星球。Magajas， 所有的十二行星系统星球开始进化，正如他们中的一些已经出现断气，而且其他星球也处于成长或死亡状态。译注 ：In a state of 处于状态，相同类型有生命星球斜线成长斜线死亡斜线系统，正如人类做的如其在上，如其在下。其他星球他们自身系统的发展引起类似业力的结果，但是许多人已经克服。Reason above， 主要生活在爱和感恩中。Lin， 我们的地球进入第五维，因此意味着有一个大的变化来临。Magajas， 是的，物理星球进入自身死亡阶段，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它需要多达数十亿年的时间，你不需要担忧。伊芙琳，因此它的振动提升是必须的，所以它可以去往更高次元。这与一个人物理性死亡类似。Magajas， 这是同样的事情。一个人的物理死亡完全是他的或他的振动提升，即使你认为他们死亡，他们的灵性部分完全扬升。这也发生在地球上，在你们的太阳系其他星球的生命形式主要是在更高次元。虽然你们的物理性眼睛看不见这类型的生命，我来自卯宿星，要不是由于这使命和我们的访问与你们的太阳系无关。如果你问关于本地太阳系的问题，我可以立即调整进入宇宙意识并给予你答案。Lin， 在第三维，我们的太阳系的另一颗星球有像我们一样的生命。 Magajas， 答案是没有。伊芙琳，在第三次元每十二颗星球上有一颗行星上有生命。 Magajas， 它改变，你们的太阳系在银河系是非常小的部分，在银河系有许多三维星球。伊芙琳，在银河系有一颗三维星球，在这系统中有是一颗其他星球。Magajas， 有一个太阳，从十二颗星球开始，所有星球都在某一个阶段出生、成长、衰落和死亡。你们难得有时间看见所谓十二颗星球在一起，他们的死亡，他们进入一种支出。你们在你们的天空中看到的彗星和小行星，这碎片完全降落在地球。你们知道火流星，你们全都看见。伊芙琳，我们以一种简单的方式学习，从未有过这样的学校。Magajas， 记住，你是无限的，无论你看见什么，无论你想要做什么，无论你相信什么，你可以做。我们在这里让你们的心扩展。我是 Magajas。
The Pleiadion was channeled by Ariana Sharon. 卯宿星人即由阿里安娜谢兰管道。Cloverleaf Connection Website http://www.cloverleafconnection.com 网址 http://www.cloverleafconnection.com Present Ariana, Bill, Carol, Evelyn, Jim, Lynn, Sonia 出席的阿里安娜 Bill, 卡洛伊芙琳吉姆 Lynn, Sonia